这是暗岗，是咏春拳中一种经典的手法。但这样的动作在实践中有用吗？你这样做是用套路动作，生搬硬套，不但达不到效果，还会给自己带来威胁。一起看看动作的原理。按向对方手臂，同时发拳，不用等到暗岗完全形成，这样就做到了连削带打，你的进攻会快于对手的反击。所以拳法套路是用来练功的，实践往往离不开变通。神搬硬套的动作只会让我们的功夫过于理想化。有可能你的第二手打过去他会躲掉，不要去追他的后手，这个时候逢甩直冲，直冲，冲，成腕，这个是小念头当中的一个很小的动作，但是它用到的是一个小结构的杠杆原理，所以看起来动作很小，力量其实不小，再加入我们的做我们的功法啊，来增大力量。这样，进攻手，手腕，对，好，最大的力量。够了吧，就这个力，大家看，抓紧以后我会用到成腕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身法与手法来破坏重心，出拳。这个双飞掌用来干什么用？